各位同学，我们麻烦请就坐哈，我们要开始准备上课，谢谢。上课前再注意自己的手机哈，没有把它关机或关震动，好像不会影响其他人上课。好，谢谢。各位同学，我们现在开始上课哈。这节课由我们潘佑谦和潘老师演讲，好，请掌声欢迎，谢谢。大家，天气寒冷哦。我会记哩，我头一摆，迄时阵嘛参加初级班，对新竹，骑乌托邦来到遮。我阁毋是骑外口这条路，我骑位山林啊，这条园林坑路啊，位脚头迄边骑过来。啊，愈骑路愈细条啦。我想讲奇怪，这种荒郊野外头民政是了，这民政府的是啥物物件？啊，遐咧讲咧训练人，啊了解台湾的真相。啊，我愈骑感觉讲，敢会走毋对去安尼？啊！结果徛到门口的时阵，看到一栋头前迄栋大楼。啊，迄个时阵阁无遮遐尼侪扛棒哦，啊嘛无遐尼侪设备啊。哦，你也看迄个报道处遐有一个会议厅，迄时阵阮就是伫遐食饭，吼，伫遐食饭。啊，我会先来民政府，就是因为阮老爸甲我讲有民政府这个物件啦，这个组织啦，啊，就讲这是。算真诶，毋是咧算假诶，我着惊伊去用骗啊，所以总来参与民政府啊。啊，来听，发觉民政府讲诶物件确实无共款哦，毋是较早迄种咱讲本土派啊、独派迄款诶想法。啊，后来偷偷听，才知影讲民政府是啥物。当然嘛，经过一段时间诶纠正啦，吼、哦，一段时间诶纠正啊，甲了解。所以咱大家是安怎来？咱安怎来？朋友介绍，哦，亲人讲，咱来想一个问题吼、哦。你甲咱讲民政府这件代志的这个人，若毋是起笑啦，哦，若毋是起笑，你若讲伊起笑，伊咧讲的话，你就当莫插伊。但是伊若毋是起笑，伊伫咧甲你讲这件代志。表示这个代志对伊来讲真要紧。今仔日咱也上课上了，咱也知影讲这个事实对台湾的地位，对咱本土台湾人的身份，会咱甲找出来，咱找着真相啊！你可会当拢唔讲，要甲你的亲人朋友讲，安尼见点点，安尼足厉害安尼。但是多数的人拢知影真相。爱赶紧去甲人讲，安尼，换一个角度来讲，人一直咧甲人讲，啊，咱唔相信，安尼是咱的问题啊。哦，前提就是这個人伊无起笑啦，啊，所以我相信你大家人，找你来的人，拢是真要伊要爱你知影，咱本土台湾的国际地位，咱的真相是啥物货？哦，啊，这个课题呢？这是我家己设的题目，因为我参加这个民政府，读这个国际法律，开始了解国际的形势，才知影讲原来咱过去看无的代志，原来咱过去唔知的，原来咱想象，咱的台湾是安尼，实际上唔是安尼，原来有足侪人唔知的秘密，咱被砍掉的，所以咱误解。咱来看这个课哈，解毒就是要解咱思想的毒啦。第一个思想的毒，咱的思想已经中毒真久啊。1945年到2014年，今年69年，咱去用骗69年，洗脑69年，咱的思想已经产生混乱啦。对你空袭这个议题哈，空袭这件代志，大家知影啥物人甲咱空袭的吗？多数的人其实不知道，有的人是来到民政府才知道，有的人确实实在知道，
但是知影无够详细。咱来看这个空袭，这个一个采访米德路边演唱会的影片，好，来。你捌米过空袭？啊，你捌米空袭吗？捌啦，我曾经啊。啊，你空袭，你敢知啥物啊？甲恁顶早讲啊。啊，日本啊，日本眼顶咋大？哎呀，在日本店的，阮都拢在避风港河的，这阵你几岁？啊，那阵哦，啊，唔过是啥物啊？甲你讲的，你讲你知？那阵都是先从那条那进，走避风港河啊，那知影那阵囡仔拢嘛知。阿尚，你阵在台南？台南，是啊，是三峡那边。哦。所以你的印象中是日本人眼顶炸弹的，对啊，米红红的，啊，迄阵日本啊，咱那个日本啊管的，对啊，迄阵啊日本啊管，啊，就是中国来的，中国来吗？中国变过来的啊，你炸了后来了，中国过来啊，中国过来，迄阵。日本啊，要转去，我搁知影呢，我迄阵四岁啊。阿伯讲的敢对？倒位唔对？什么所在唔对？确实，伊有讲着空袭这件代志嘛，对唔对？啊，伊讲伊要走的时阵，伊四岁，啊，咱拄1945年四岁的，1941年出世的嘛。啊，咱讲69加四，就73岁，即阿伯73岁啦。啊，今今年73岁啊！伊讲，迄个时阵，日本走了，中国过来，即对嘛？唔对嘛？吼，啊唔对，伫倒位？两回美方空袭啦！日本啊，管的，日本空袭台湾。咱头壳内底拢有一挂逻辑，基本上的逻辑，啊，这个违反的逻辑的矛盾率嘛？那日本啊管，啊日本空袭台湾的，哦，过年你放炮，敢会徛当个领导的房间放？袂嘛，因为迄领导内底嘛。啊，日本所管的台湾，敢会家己管的台湾牵炸弹？就是这个问题啦，哦。按过去咱拢受教育，我们八年抗战，是我们的抗日本，结果咱的是大人，就是日本人啊。所以我们八年抗战在抗我们的士大人，抗我们的阿公阿妈，思想错乱去啊！咱从教育甲规拢错乱去啊！讲中华民国加台湾经过69年的洗脑啊，变作安尼啦。咱今仔日头壳认知煞变安尼啊，这是非常严重的认知错乱、认知问题啊！这个就是这个问题啊。咱个头壳内底拢已经对中国个思想啊，这个中国脑，啊，咱台湾嘴，咱四个拢讲我台湾人，我爱台湾，安怎样爱台湾？用中国爱台湾啊！咱个行为，咱个言行估计拢用中国爱台湾啊，就是这个现象，这个叫做中毒现象。我们用一个外来政权的象征，我来建款的上顶的国旗，还是讲党旗，来爱台湾。咱讲，这就是台湾。咱认同外口来，啊，把这当作家己的，甚至把全世界外国人讲，这就是台湾。两礼拜前，我去这个淡江中学，捌一个外国宣教师，伊是迄个加拿大籍的。伊76岁啊！我咧甲伊讲民政府的代志，我咧甲伊讲台湾地位的代志，我咧甲伊讲一寡香港伊即马咧占领迄个中环啊，因想要独立啊，伊听着我讲独立这两个字，伊虽敏感着，伊讲你是毋是想要问讲台湾是毋是会当独立？我讲。我唔是想要问台湾是毋是会当独立，因为台湾根本袂当独立。啊，伊就甲我问讲，你他会讲台湾袂当独立，恁台湾人毋是拢做爱独立？我甲回讲，
因为国际法规定，咱无法度独立。台湾的地位是要根据《旧金山和平条约》来解决，来讨，较讨会开。伊甲我应一句话，伊讲阮外国人拢知啦，干那恁台湾人唔知啊。我惊一条呢，我讲你太知。伊讲伊自来台湾了，伊就知影台湾的地位是啥物地位啊。只是伊讲恁台湾人惊中国人的武力甲恐吓。今仔日啥物人甲咱恐吓嘞？国民党啊，是这个中华民国的体制甲咱恐吓嘞。我惊一条，一个外国人伊对台湾的地位真清楚、真了解，干那台湾人无了解家己的身份甲地位啊？69年啊，你有悲哀无？这就是中毒的现象啊！拢用这面旗啊，当作是台湾。咱来解教育的毒吼，党国教育，中国的本质是啥物货？中国古等于来甲咱教的啥物货？这两句啊，这两句可以当缩做一句。足拄好，最后两啉，足拄好。来，伊甲咱骗啥？伊讲青天白日满地红是国旗啊，但是你实际上你甲查落，全球旗帜网吼，你若上网 Google， 你若查全球旗帜，有一个网站咧介绍全世界的国家的国旗，也是伊的旗，伊的那些军旗啥物货，伊会查，你会查到。这边是海军旗，正港的国旗是五色旗。中华民国国旗就是五族共和啦，哦，汉满蒙回藏安尼，五族共和。啊，无台湾的假宪法啊，咱讲咱有宪法啊。啊，这部宪法是外口退入来的，啊，咱即马把这个宪法当作家己的宪法。这个时间点吼。五五宪草里底规定的，即个中华民国宪法的固有疆域的一只，讲台湾。即个时间点一直到即马，所有的迄个国民大会决议变更的领土嘛，拢无台湾。结果一阵台湾人去遵守一个无伊家己即块土地范围的宪法啊，安尼有限无？咱若19年来，咱拢唔知咧做啥物代志啊！今日民政府甲咱讲的信息，拢是有根据的啊！啊，咱拢唔知影咱今日咧遵什么宪，修什么宪，要改什么宪，咱拢唔知道。这个时间点吼，1926年，你也看，美国吼伊庆生150年，啊，伊印这个邮票，啊，吼中华民国讲这会。到老的亲生啊，你甲看遮，这个地图，台湾到底的版图内底，海牙第四公约，合法政府吼的权利，如果已经落入占领者中，哦，加讲真侪讲，除非万不得已啦，应当尊重当地的现行法律。台湾本地的伫1945年的4月7日，已经经过。日本天皇下的诏书实施大日本帝国宪法在这块领土上了，这块领土就在那一时刻起变成大日本帝国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了，是安内啦，没有汉贼不两立啊。什么人退出联合国？什么人？是中华民国，还是台湾？还是蒋介石，咱一个问题吼，咱问台湾人吼，拢会产生奇异的答案呐、啊，很多不同分歧的答案呐、啊，因为我们的资讯不够完整，所以咱无了解啊。这是迄个联合国的决议文啊，你也看下卡只吼。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承认他的政府的代表为中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唯一合法代表，并立即把蒋介石的代表从他在联合国组织的
所属一切机构中所非法占据的席位上驱逐出去。1971年，我相信在那个时间点吼，国内媒体就开始报啊，啊，大家吵到要死啊！啊，咱去和什么美盟军背叛啊，什么等等有诶无啊？但是实际上这件事情，它就是一个联合国的决议、啊，真实发生了。你讲啊，这民政府你家己拍字诶啦，哦，家己拍字诶，所以拍字来讲骗安尼，食饱上瘾来，咱看这，这英文版诶啊，有没有？2758，2758，英文版的，加立即哦，立即驱逐江开炫 from the place which they unlawfully 非法啦，非法占据啊。那上面一个一个中国政策，一个中国政策就是联合国的常任理事会有。中国这个名称叫做 China， 那这个 China 这个席位上面代表的人，无论你中国里面分裂成几个组织，反正这个席位上只能有一个合法代表。无论你处理叫做中华人民共和国啊、中什么国，还是中华民国，无论安怎讲，对美国来讲，一个中国政策就是你们中国就只能有一个国家、一个政府、一个代表。1971年，台湾退出联合国，为了重返联合国，所以我们主张公投入联，对不对？不对在哪里？哪一个关节点不对？啊？最前面这边就不对了。台湾有加入联合国吗？没有啊，就没有后面这些啦，可以理解哈。今天媒体一直在将台湾与中华民国这两个名称混用，导致我们观念上认知不清。我们心里面其实是很深爱的这片土地，这个台湾，但是我们被一个外来的政权用洗脑教育的方式，把我们的认知跟情感绑架在里面，我们切割不开啊，是这个问题啊。违法的假戒严，这个时候这个时间点颁布戒严令、哦、这个时候颁布戒严令、哦、那戒严是根据什么东西？戒严这件事情呢、啊？这戒严法、哦、根据什么东西、什么法源来宣布的？大家知道吗？我刚才没说违法的假戒严，戒严必定有一个法源、啊，国家的根本大法是什么？啊、宪法有没有台湾？啊，没有台湾，戒法是建立在一个在你这个国家的宪法上面。结果宣布戒严，竟然是宣布别人国家领土的戒严，那、啊、莫名其妙，违反这个国际法的权利。战争法公军事政府所辖的领土被视为外国了。中华民国这个军政权代理美国来占领台湾的时候，它就是一个军政府。它实施占领的时候，台湾不是它的领土哦，视为外国，那它还宣布戒严。那我们骗去这边。他都在海牙讲的哈、哦，来禁止强迫被占领居民向敌国宣誓效忠。我们是被中华民国这个军政府占领，我们跟他是敌人，同盟军哦，同盟国，美国跟中华民国是盟军嘛？那谁跟他打？日本跟他打，啊，我们就是日本了，是我们阿公阿嬷，我们的喜多郎，他们去跟他打。啊、结果我们被占领了，他竟然叫我们当他的兵。他们内战的时候叫我们到前线去当炮灰。啊、所以我若想着这样啊，咱真正台湾人拢，
这六十九年来足悲哀呢，咱唔知影家己的身份啊，戆戆啊，做奴隶啊，纳税金啊，去饲一群人啊，这群人佮甲咱虐待、剥削、计收多。来，自由时报哈、哦、有报这个消息哈、哦，中华民国首都在南京，对不对？对嘛？啊，公中华民国死了，对不对？那个谁啊，郝柏村最近也是说嘛，那个台北市长选输了，中华民国死了，大家听得懂这句话的意思吗？好，我们等一下再讲啊。来，首都在南京啊，为何在台北？现在在台北，为什么现在在台北？流亡了，流亡了。一个政府他如果离开他的领土范围，到非他的领土范围的其他国家里面，他这种状态只能寄居住在一个城市，他的范围只会被限缩限在一个城市里面，所以他叫做中华民国流亡政府，叫做Chinese government in exile in Taipei， 或者是 exiled 的哦 in Taipei， 就是流亡在台北啦。所以一出去外口的名，开叫做 Chinese Taipei。典故是这样来的。那这个东西，如果你有读英文的人哦，多数的人也不知道啊。问我也问过做国际会议翻译的老师，英文老师。我问什么叫 Chinese Taipei， 他就回答我、啊、中华台北啊。啊，中华台北到底是什么意思？为什么是中华台北，而不是中华台湾 Chinese Taiwan， 或者是 Chinese 高雄，而是 Chinese Taipei？ 他没有办法跟我解释为什么。可等咱来到民建会的时阵，读到国际法，才知道原来是安尼。如果你不相信的话，你可以上网再去查 ，Exile。Government 就是流亡政府，他就会列出历年历代以来所有流亡政府的状况。就像现在还有一个流亡政府，达赖喇嘛，西藏流亡政府，他在哪里？他在印度的达兰萨拉的那个城市上面，他被收限在那里。他们也办选举哦，他们要选他们的总理啊，印度人会去参加他的选举吗？啊、台湾人去参加谁的选举？啊，那有其差嘛？中华民国是用来骗台湾人的啦。来，咱来解文化的毒哈。咱敢是炎黄子孙？伊拢讲咱用炎黄子孙啊。可能一波也是明仔载有一节课，叫做艺术节嘛。哦，你若看那课，啊，怎讲？我们从科学证据来看我们的 DNA， 我们连炎黄都勾不到边了。我们只是在文化政治上被洗脑成，原来你的祖先是从那边来的。实际上，我们从科学的角度，我们根本连这个东西都没有关系。我们在文化上，我们在口语上要改观念，请用西元年而不用民国年。改称中国不用大陆，所以就要称，你看媒体经常会混用了哈，中日海战，中的是中国嘛，干嘛中华民国，日的是日本嘛，海战大陆必败，两国啊，中国跟日本战争跑出一个新的国家叫大陆必败。所以中国跟大陆常常在也是在混用。大陆是地理名词啊，大陆半岛，然后岛，要不然南极也是大陆啊，澳洲也是大陆啊，亚洲大陆、欧洲大陆啊。改成中国人，不要用外省人，因为这个在我们语言的认知里面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打个比方啦哈，譬如啦，我说你是外省人。广东啊，你来自广东，你是外省人，山东，还是山西？
你是外省，我是本省，我是台湾，你一省我一省，我们的上面是什么？一个国家嘛，啊是哪一国？哎，广东的，我们的国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台湾不叫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台湾叫中华民国，啊，其实讲的都是同一个国家，只是在政府上做分裂而已啊。所以咱等咱口语上这样使用的时候，就错用了，哦，咱错称公，这个外省人，哦，改称中国人，不用华人。怎么定义华人？学过那个华语的、中文的、会用筷子的、读过四书五经的，就用华人吗？什么叫华？很模糊啦，以及是被包含这个黄皮肤的，然后受过所谓的华夏文化熏染的。那你讲起来，严格讲起来，韩国人也是啊，日本人也是啊，越南人也是啊，是安尼嘛，对不对？来，那解政治的毒哈，占领不得移转主权。国际法是这样，它是很多的条约、很多的协议、很多的惯例，然后依循着一些原则、基本的原则、不可破的原则，慢慢的建立出来的这些条约。那这些条约一旦有惯例，就可以依照惯例来做一些新产生的条约的设定或者是拟定。啊，占领不得移转主权，是因为咱的秘书长去读这个国际法，慢慢从这些条约当中提取出了一个概念。因为占领不得移转主权，是因为产生国际法之后的时代，跟拿破仑以后的时代，就是未使有这件代志发生，啊，不然形成所谓的侵略。啊，这是一种维持国际秩序的一个状态。战争法里底较早是。我若拍你，啊，甲你占起来，啊，这地就变我的，较早是安尼。但是这地变我的，伫有国际法以后，伊就开始，你有你的国家的主权，你有主权内底有包含你的领土是属于对一个范围，我嘛有。但是我拍你的时阵，占领起来，暂时获得管辖权，暂时获得管辖权。那这个管辖权。不表示你这块土地的主权是我的，叫做占领不得移转主权了，啊，这是一个概念提出来，还不是一条什么明文的一个法律，啊，这个东西不牢不可破，如果一旦破了，那全世界都会是美国的领土，因为美国现在武力最强嘛，他占领，他打败海山政权，啊，占领伊拉克，所以伊拉克变成美国的一州，汹汹。伊拉克人民隔天早上变成美国公民，因为美国占领了，然后转移主权，然后发美国护照。如果这个会通啊，那我们明天我们向美国宣战，啊，美军一起来，咱宣布投降，啊，占领转，咱能变作美国的一州，那我们移民，较艰苦，免开钱，人民变作那个摕绿卡还是摕的护照，所以这条袂当破，这条若破去，世界的秩序大乱了。啊，咱台湾人认贼做老爸啊，这贼就是流氓政府啦，啊，将流氓政权当作家己的政府啊，这个认知是很严重的错谬了哈。蔡英文他说流氓政府是中华民国，对不对？对不对？对啦，这个对，前面对啦，就是中华民国就是流氓政府，流氓就政府就是中华，这两个是相等式啦。但是他过没多久，他又说中华民国就是台湾。欸，他讲这个也有根据呢，他不是随便乱讲，不是随便欺哄大家，他有他的根据。我们以他的讲法啦，哈，流亡政府等于中华民国，中华民国等于台湾，那说变成流亡政府等于台湾，台湾等于流亡政府啊，是不是变成安呢？咱哪去领东这个建户都说变成安呢了。我们来看一下那个前途决议文，是他们设的前途决议文，让他有这个说法是有根据的。但是这个东西是错误的，哦，这个是错误的。我们看一下第十八页吧，应该是第十八页。
这一段，好，这一段，大家看这一段，前途决议文里面讲到，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干爹。哦，主权领域基于台澎金马，金马是中国的迄个领土啊，要甲人包包入来啦，哦，啊要甲包包入来，啊过来写写讲。台湾固然依目前宪法称为中华民国，就是伫遮。台湾等于中华民国，就是伫遮啦。伊个讲法就是伫遮。我无来民政府，我阁毋知影讲，原来民进党个头壳内底是咧想这呢。伊甲咱拖入去即个中华民国个体制内底入侵啦。好，咱即个关掉。中华民国不等于台湾，这个观念一定要建立起来。建立起来是，你就会找到自己的身份，你就知道自己是什么人。你建立起来，你就知道你自己是什么人。今天在这里讲的，不是民政府编造出来的故事，编造出来的论述，要来给大家洗脑，不是。我们是根据读国际法，读国际法之后，推演才知道原来我们的身份是什么。流亡政权不是台湾的政府啦，要认同美国的一中政策啦。过去我听讲，哎呀，认同一中袂使呢，袂使呢。承认一中，我会惊啥？惊咱会去用统一呢？对不对？我想想呢，是安尼想啊。但是读国际法了，我讲安尼想其实是唔对的，因为情感作祟。情感作祟，情感作祟是倒位？咱是啥物人啊？我唔知咱是啥物人啊！我其实我是台湾人，啊，台湾人敢会惊统一？可能有人讲会嘛。咱倒转头一中政策来，一中政策，一中的定义是这对不对？无唔对嘛？好，日本敢有承认一中？有吧？日本人承认一中，日本政府承认一中，一个中国就是这个中国。那日本承认一中，日本人敢会惊迄个中国统一？袂嘛？美国承认一中，美国人敢会惊迄个中国统一？袂嘛？啊，台湾人承认一中，说台湾人会惊迄个中国统一？发生啥物问题？我头拄无讲，咱的情感，咱的认知。被绑进中华民国啦，就是安尼，咱确认咱是中华民国人啊，咱确认咱是中国人。今仔日啥物人伫顶头讲要统一嘞？就是即阵外口来的人嘛，即阵外来建权的中国人，因讲要统一的嘛，因为要转去因家啊，伊就倒咱来啊，即马会再转去啊，伊要转去嘛。啊！今仔伊要转去，说台湾人讲，甲摸大腿讲，你唔通转去啦。中华民国唔是台湾，来，咱来解台独的独啊。过去咱有台独，感觉台湾一定要独立，成做一个正常的国家。有这款思想，也是讲参与这款运动的，请举手。唔免惊，唔免惊啦，嘿，有无？我就是安尼，我过去就是安尼。但是我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做台独啊，无去思考要安怎台独，啊，什么是台独？台独要行什么路？要安怎做？只是嘴一直讲啊，咱的台独，咱的台独。我甲大家解破，什么叫独？不是中独的独啦哈。什么叫台独独立？什么叫做统一？统独思想的来源呢？什么叫统一？什么叫独立？独跟统的前提就是一个共同的国家概念了。你今天了解了，你也知道讲，统一跟独立其实是一体的两面。统一就是合并回一个国家，对不对？这叫统一嘛？不然是什么？合并回啊，合并为一样啊。它本来分已经不是嘛，不是一个国家嘛，它有一个前提叫做一个共同的国家。无论你是合并为或合并回，我会说回是
它本来同一个国家，但是分裂了。那你合并为，就会有一种新的状况，叫做大英国协，那个叫做合并为印度跟澳洲两个国家嘛。但是某一个程度上，他们是一个国家，一个是大英国协，一个国体啊。咱过去有一个讲师咧讲，迄个国体、政体，这两个物件无同款啊。哦，国体甲政体，这两个物件无同款。咱因为初级班无多讲伤油的物件吼，来合并回一个国家，就是本来是同一个国家嘛，啊，他现在现状不是一个国家嘛，啊，他想要回来一个国家嘛，所以有勒啊，有勒，东西德国人，对不对？南北韩国人，两岸中国人，这样理解哈。所以东西德本来是同一个德国嘛，那他回来一个国家，所以现在统一了。那南北韩国人，他们分裂成韩国本来是一个大朝鲜的一个国家嘛，然后他现在分裂成哦北韩、南韩。那两岸中国人。国共内战问题嘛，啊，他们跑来这边啊，所以他们现在祖国在召唤啊，不要分裂啊，哦，个设立反分裂法，你咧呼唤这在对岸的中国人，但是你要注意哦，中国人咧讲的两岸吼，无都都是中国跟台湾哦，他只是跟你说两岸，但实际上的定义他没有跟你讲清楚。所以政治上的语言通常是模糊的啦，两岸，中国跟金门嘛两岸啊，中国跟马祖嘛两岸，马祖跟澎湖嘛两岸，对不对？台湾跟日本嘛两岸啊，所以你敢知两岸是啥物事？这个时候他们所谓的武装难民是他们拿枪啊，他们有武器，他们来叫做武装难民，因为他们流亡，所以称为难民。那全部都自愿来的吗？不一定嘛。如果是被追杀的，是不自愿的，被迫的嘛？哦，哎，这个被国民党分离的，就是说，国民党那时候撤离的时候，有抓一些人过来，有人讲伊去买导游，啊，就走来啊。哦，啊去巡残水，放一部药来啊。讲啊，咱来遐有通好领米粉，还是领啥物？啊，就坐车，啊，毋知要坐去倒位，啊，就过来台湾啊。欸，这属实的呢，这不是我直接学袂讲呢，是因为阮阿公，伊做学校的老师，啊，伊有一挂咱讲中国人来遐来咱台湾做校工，啊，做老师，啊，甲伊问，侬你为什么会来这个台湾？伊的乡音很重啊，我就不知道为什么会来台湾呢，啊，就买了酱油就来台湾，因为迄个时阵国民党要撤退的时候。他国民党他成军，他有那时候已经溃散了，啊，你被撤退其实你需要有编制。那如果我这班长，我要找九个人编成一班，那我照撤我就是班长，那我班长领的可以到国民党这边可以领一个薪资。那如果我要当排长，那就找四个班了，哦，啊，啊的照撤，啊这照撤，哇，管你什么人，你什么人，哦，你姓王啊，王大同，啊就来，行。啊，就造册，啊，就揪人。伊唔管你是不是受过军事训练呐，啊，你揪的就来啊。所以这个就是被国民党分离的。那痛恨共产党的是中国人嘛，对不对？在1945那个时空点嘛，那国共一家亲的也是中国人啊。他们本来也没有什么政治立场啊，他们不管共产党还是国民党都没关系啊，他们只是不得已被抓来。那这个是中国人，这个也是中国人，他们来到异乡他国的领土，要不要团结？深蓝票仓就是这啦，这就是深蓝票仓啊。啊，流亡在外要团结，结果中国人教台湾人恨共产党，他教育一直教育以来，就是杀猪拔毛，痛恨共产党。可能年轻的人没有意识到，没有被这样子教育到，但是。他长久以来就是用这种仇恨思想，可是今天回去要统一，跟他握握手，国共一家亲的也是他们啊，
对不对？啊，咱今仔日伫遮，咱用增效的增69吨啊。啊，这个一个甲咱教爱恨日本人，小日本人，日本鬼子，有无？教台湾人恨日本人，因为日本是中国的敌人。结果呢？台湾人恨日本人，就是恨自己的祖先，恨自己的阿公阿妈，恨自己的爸爸妈妈，恨自己的阿祖阿妈、阿祖祖妈这样子。因为我们的祖先就是日本人。大家这讲到这边吼，不要那种反感的情绪上来。如果你有反感的情绪上来吼，就是我们那个情感的台湾人产生了。其实我在讲我们阿公阿妈是日本人，不是在讲。阿公阿嬤在 DNA 上叫日本人、啊、是指在法律上国籍上的日本人、啊、林书豪是什么人？他阿嬤出来说台湾人啊，甘讲的台湾人、啊、实际上在法律上他就是美国人啊，对不对？李小龙什么人？美国人啊，他拿美国的啦，他就是在好莱坞才有办法大名大放啊，他就是美国人啊，他在血统上是中国人、啊。哦，今天民间会在讲的国籍的认定是用法律上去认定，并不是讲你的来源、啊、因为如果你讲你的血统的话，会产生一种问题啦。我的阿公是那个，我假设我的阿公是日本人，那我的阿嬷是美国人，那我爸爸是什么人？美日人，美日人，比如说台湾人哈，如果我的外公是德国人，外嬷是荷兰人，他们在日本生下了我妈妈，我妈妈什么人？德荷日，你用血统不要多分啊。那今天在讲的是国籍，是法律，用法律上来定义。那就不用讲什么你是从哪里来的，要不然奥巴马是非洲人啊，对不对？这样子嘛。被占领了我们被占领统治69年，台湾人其实是 很痛恨统一，很痛恨共产党，因为我们知道共产党就是那个样子，哦，六四天安门啊，甚至现在那个香港那些，我们就知道共产党就是这样子在对待人民。但是我们忘记了呢，我们恨统一，其实谁在统一？是今天在上面台面上这群人要把我们带回统一的呢。我们要恨的是在滞留台湾的中国人，这些掌权的这些人、啊啊、我当然我不是跟你在仇恨，我是说我们的对象要搞清楚、啊、共产党从来没有对台湾做过任何坏事情、啊、只有这一群国民党的人对台湾做这群坏事情、啊、所以脱离中国就是独立的思想啊，那要回归中国就是统一的思想、啊。回归中国是统一的思想，很好理解、啊。但是脱离中国是独立的思想，你也说，哎，是不是怪怪？独立是什么？来，台湾人有三种啊，台湾人想要与中国统一的这一种。台湾人想要从中国独立的是两种，再来就是在座的各位，依据国际法，我们走回正常化的轨道，让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这是第三种。我们不支持台独啦，哦，台独没有 no way， 就是没有那个方法，没有道路，没有一个国际法可遵循的步骤，可以走向台独。台湾人自己想象的独立是什么？就是公投啊，一直想要公投啊，需要全民公投，公投法还需要别人同意耶，对不对？需要中华民国这个流亡政权帮你立法同意，他会同意吗？来修宪，说修宪说。这种说法的人说台湾主权已经独立了，就是民进党说的那个嘛，他认同这个体制了。结果他们也表达说台湾实质是独立的啊，我们已经
哦，有自己的政府，有自己的什么等等这样子。那修宪取得法理的独立啊，修宪哦，那你要知道修什么宪？中华民国的宪嘛，不是我们的宪嘛，是中华民国搬来的宪嘛。那建立台湾共和国，那 ROC 的宪法可以修成台湾，那为什么不把它修成美国或日本？可不可以？那你修宪，我们的名称叫做美利坚合众国台湾州。哦，安尼做好呀，那免免咪得当变作美国人啊。啊无美国伤狠，唔好，咱改那个日本、台湾、台湾岛，哎，台湾州。啊，袂歹啊！啊不，荷兰统一吼，为什么一定要跟中国统一？跟荷兰好不好？很好啊，跟美国很好啊，跟日本很好。为什么统一一定要走中国的路线呢？有人讲同文同种啊。哦，啊，最近无一个中国的迄什么官员来，啊，甲咱的格沙族的讲，讲我们同文同种。哦，我们。同是，同根生呐、啊，哦，啊，那个高沙族的同胞很有智慧的回答，说谁跟你同一根？啊，原本是同根生嘛，谁跟你同一根呢、啊？就是安尼啊，哎、欸，该有智慧呀、啊，啊，搁一种哈、哦、制度的转变，透过选举政党不断轮替，经过绿营执政30年，台湾就可以独立了，可能吗？就是汽车吼，你开了50年也是汽车啊，不会变成高铁、啊。制度上的东西不可能这样子转变，因为一旦可以这样子转变，也形成了惯例之后，那这个就有趣了哦。全世界都可以依这个惯例来进行，那是不是国际秩序？独立会步入统一啊？独立的前提是什么？不是啊，独立不是前提，不是战独立的前提，哦，那个战争是独立想要独立的一个后果。那独立的前提，你要先知道自己是谁。举例说明，我是一个学生，我从我家搬出来外面租房子读书，可以自己吃饭、自己洗衣服，然后自己生活起居打理得很好。我独立了吗？还没独立了，我的经济来源从哪里供应的？父母嘛，所以没有钱的时候，喂，不好，你家来文工散还没吃完，但是钱已经没了。如果我毕业了，我离开家里，我有一份工作可以支持我在外面自己生活，我独立了没？独立了。那我独立是从哪里独立？从我的原生家里嘛，对嘛，这才叫做独立嘛。有人说独立的是你本来孤的啊，啊站起来，这样独立，这样是在独立什么会啦？独立的是为一个国家独立出来啦，从一个国家独立而出啦，前提就是处于你是 有一个国家的状态啦，然后你是属于那个国家的一部分，叫做独立嘛。那从母国独立而出，另外一种是属于一个国家的殖民地独立而出，菲律宾就是这个模式，印度也是这个模式啊，从宗主国独立而出了、啊。所以来有例子啊，我讲例子嘛，加拿大的魁北克这地，下卡这地，他想要从他的母国宗主国，哦，他是加拿大的一部分嘛，那从母国独立而出，没错吧？所以他们的公投是什么？独立公投。他们没有统独公投的啦。苏格兰最近的发生了嘛，苏格兰是大不列颠王国这4块从这个地方独立而出嘛。乌克兰这几地都乌克兰，苏维埃联邦就是以前我们说的苏联联邦，它就是乌克兰是一个国家，白俄罗斯是一个国家，俄罗斯是一个国家啊，那一个国家里面又有好几个所谓的州联邦，那克里米亚是乌克兰的一个州，那他想要从乌克兰独立，这就是他的母国啦。
那西班牙有加泰隆尼亚想要从他的西班牙这个母国独立，印度想要从过去他的殖民母国大英帝国独立，可是他现在又加回去大英国协哦，所以一起大英国协这个联邦这个那种邦联的一个成员之一啊。那台湾呢？你往上找，要独立的人，你敢知影你的祖国是啥物人？多数人唔知啊，但是要独立啦，对不对？所以台湾的祖国是谁？当台湾举办独立公投那一天，形同宣告统一。因为一直想要统一的中国人不希望台湾独立，那台湾独立的意思就是说，哎，那你要脱离某一个祖国独立嘛？啊，中国又一直在讲说，中国是，台湾是中国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那表示你认同这个东西嘛？所以你想要独立。所以他三行独立公投的那一天，形同宣告统一，就是什么？无论有过或没有过了，有过没过，当然要再后来再处理啊。但是有过或没有过，你这个前提得设立在你要从一个母国独立，那个母国叫做中国啦。所以今天你画独立的人，其实就是中国人嘛。就是咱台湾人唔知影家己的身份，所以去某年大腿甲伊讲，哦，我嘛要独立。那唔知影咱家己的身份要独立什么会？就像他都刚刚我讲的嘛，我知道我是一个学生、啊、那我毕业之后我要独立啊，我知道你是谁啊？建国，有人说我现在不要说独立，我要说建国啊，这个都喊那种说法就是非常都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然后讲出一个好像似是而非，好像很有理论的说法。建国齁，你也可以查齁 Nation building 还是 to found a country，建国的前提是啥？你这个土地无主权呐、啊。第二个，你没有宗主国，你是不被殖民的状态、啊、第三个，人民自觉要组成国家。第一个，你的懂动掉呀。全世界可能除了月球以外，月球可能有了，有月球的主权可能是美国，因为它上去插了国旗嘛。哦、啊，火星好像也有了吧？啊、哦，没有主权的土地。台湾是没有主权的土地吗？这群想要独立的人，他说台湾的主权就是人民的、啊、根据何在？如果台湾有主权，主权是谁的？我们要去追这个问题啊。那为什么他拥有这个主权呢、啊？是凭什么法条借拥有这个主权的啊？那今天台湾的主权为什么不在啊？或者是台湾的主权到底在哪里啊？这都要继续问下去的问题啊。咱敢有被殖民？有人讲有啊，咱现在被中华民国殖民了。安尼表示咱的宗主国是中华民国了，就是中国。咁是安尼，咱若无去了解历史，其实咱是被占领，咱根本就唔是什么中国的殖民地。但是他在做殖民的动作，所以咱今仔日拢已经洗脑做中国人啊。我们讲的说的，你每次看的新闻或者是戏剧，就是。中国的那一套东西，什么那个皇朝的那些东西，这怎么看你都是看到历年以来最夯的游戏叫做三国了，哦啊那个奇幻小说就是那个西游记啊，就是安尼，那东西这种文化大汉的，来咱来解读那个国际视听哈、哦，台湾是一个国家吗？我过去一直以为台湾是个国家，来到民政府之后，这个认知被打破，其实是过了一阵子不晓得自己在做什么的日子。因为这个认知一旦被打破啊，那我的人生到现在我在效忠谁，我用的是什么钱币，那我活的这个社会，这个社会组织，这个架构到底是什么东西啊？有护照，有邮票，有军队，有钞票，我们竟然不是国家哎、欸！如果我们是一个国家，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出现？美国说反对台湾公投入联，美国说一个中国政策一贯，美国不支持台湾加入需要国家地位的国际组织，包括联合国。
需要国家地位的意思就是说你没有国家地位嘛，啊，他不支持你，没有国家地位，你人家那个需要国家地位资格的组织你怎么加入？你没有资格你怎么加入？美国反对台湾公投入联是这样的。那现在问题又来了，台湾到底是什么东西啊？台湾是殖民地吗？到底要从哪里独立出来？从国际法才能解读台湾是什么，是什么地位啦。我们吃一点解读剂哦，因为刚刚都是讲到中毒现象，我们来解读一下。台湾的祖国是哪一国？日本还是大日本？我们过去就是大日本帝国了。祖国就是阿祖的国嘛，祖国就是阿祖的国，的定义就是这么简单。来，我们看这张哦，这是过去这大清国的护照哦。咱台湾人有一个叫做陈无氏啦，哈，陈无氏嫁去中国，啊，因为是大人过往，伊要返乡，啊，所以大清国分予伊一个护照，啊，倒转来倒位，来，咱看遮，大清国福建泉州厦门遮个海防所还是海防会，吼，啊，伊才有写，伊坐即个。英国的爹利士的轮船啊，应该是 Tellis 哦，铁力士 ，Tellis， 爹利士轮船。叫下，伊要登伊德位，前往日本国台湾安平啊。咱台湾的是日本国啊，这文件拢写啊足清楚的嘛，这个地方在被定义就是足清楚的嘛。你有去申请迄个身份证无？敢有？申请身份证会申请这种物件嘛？对不对？啊，这个物件拢会甲你讲嘛，叫一个甜蚕，就是白卡啦。较早大清时代的时候，大家有裹小脚的那个嘛。啊，福叫一个种族啦。但是什么叫福？而且他折插一个乌乌，拢甲咱插乌乌，插乌乌就是无爱让你知影你的身份啦。啊，什么叫福？这个够熟呢。福是啥物事？咱拢编部族个啦，但是你袂记哩你个主语啊啦，你袂记哩个话啊，你干那要讲咱讲个河南话，咱讲啥物台湾话即种个，你着叫福啦。啊，你若讲客话，着叫广啦。伊甲你安尼分啊，哦，就是日本人来个时阵做一寡胡瓜条条渣，甲你分。你若搁会晓你个主语个，会编部人。就是熟啦，就是熟啦。所以咱咧讲的台湾人，就是这个时间点进前，日本国籍的台湾人以及他的后代啦。啊，人讲咱咧做迄个什么种族对立、种族区分，唔是哈？这种族唔但是有熟、毛福，甚至够清，大清帝国的清。迄个时阵的中国人来台湾，你闹了户籍，哦，亲，啊，那伊的后代，伫这个法律的定义顶面，伊嘛是本土台湾人。虽然唔是咧做啥物种族区分，即使讲有这个那个户籍成本的大部分的人都是本土生长的本土台湾人，我们就是这个后代。啊，你也看，迄个时阵，够解缠足，就是。把这个陋习改掉的一个会啊，一个组织会，解缠族。哦，咱过去白卡，我阿祖都白卡。啊，白卡人是足歹行路的，足歹行路的。啊，这个不好的习俗我们改掉。1988年有一个动画卡通叫做《龙猫》，有人看过吧？这个人穿什么东西？和服嘛。这个坐在床上的人呢？和服对不对？在座各位有没有人穿过和服？举手一下，我看一下。没有，真的没有。
有嘛？对不对？这就是我啦。我来民政署之后回去翻照片，哎，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卡小哈，卡小，你也知影。我阁会记哩吼，我翕这张相的时阵是做热的，虽然是寒天，高雄无寒天啊。啊、哦，像这個，啊，这个唔是替我做的呢，这是安尼，这伯兄、这伯姊安尼团啊电话，真袂歹吼。啊，所以那时候没有所谓的哈日族这种东西，为什么阿公阿妈会帮我穿这个？因为他受的教育，他受的文化。价值观就是安尼啊，刚有看过这无？有嘛？哎，龙猫里面的印象啊 ，image 这个东西啊，咱都这嘛，这较真卡还是会所在较有啦，啊较多吃的都有自来水，有自来水，啊水龙头的台语安怎讲？水得头。哎、欸，不是水龙头啊，水龙头你就给中文拖去啊。哎、欸，水下巴是这啦。啊，水得头，啥叫水得头？上水道就是人咧啉的，会使用的清气的水。啊，那下水道，下水道就是泰格水。啊，水道的源的最末端那个头，就是水得头。哦，那你台语有一挂语言的有，你也去对查，你就知道哦，原来这有伊的意思的。来，这烫书有看过无？有吼，什么会做诶？什么材质？拢差不多 ，hinoki 嘛，啊，或者 snoki 啊，哦，樟木啊。有做这个钳啊，对不对？较早的钳啊，是毋是拢安尼？较早的钳啊，拢足水诶，拢刻花。哦，啊，咱即卖拢塑胶诶。较早有挂过网头无？有嘛？啊，恁是毋是拢困即种通铺？较早困通铺吼，敢有咧讲，你头对着窗啊，冲着对着门，刷着对着啥物便所，目着啥物着，敢有？但是即摆门窗着有嘛？门开开，可能袂当对角啊，啊袂当即太有即种物件。过去都无即个物件，即摆常常都有即个物件，迄毋是中国带来，啊无是啥物货？咱来困这嘛，啊下骹阁会当放物件。冬暖夏凉，较早的公车有这个人，你知？哈、哦，因为有一些乡下的地方，他没有公车站，那你要上来，就是他现场打票，所以才有需要这个人。来，较早囡仔胖伊，规枕头拢出来吹，哈、哦，啊，即摆囡仔胖伊，报警阁找无？这个什么？这是什么货？这台什么？卡拉车哈，卡拉车搁叫啥？铁马。唔能讲孔明车，孔明是中国的，吼、哦。那啊，天顶的天顶的天顶，唔能讲孔明顶，因为我唔捌看过孔明放迄个顶。啊、哦，铁马也是讲自轮车，哦，也是卡达车，哦，这嘛。啊，较早有电火，后壁有一个莫达。伊有着恁啊，家家的就会发电，啊，就有电火。较早吼，则个有迄个车牌。较早这是有管制哦，哦。啊，较早一台即个车吼，会当载米啦，载啥物货去卖，这就差不多即卖咱一般人的一台车，哦。啊，有坐过这嘛？有是大人坐无？有吼、哦。啊，有坐后壁啊，脚后顶许夹着无？有夹到的举手啊！有捌夹到的经验有无？哦，印象深刻对不对？啊，结果夹到一摆了后，搁坐的是脚开开啊嘛！哦，唔敢安尼。好来，你搁看哦，较早是不是安尼学车的？咱若无迄个囡仔车咧学车，咱就是脚下位中过安尼搭来嘛，因为咱囡仔坐袂到这大只。这个阿祖说啊，为什么一个龙猫的影片里面出现了这么多与我们有共同的回忆？祖国啊，因为这就是我们的祖国啊。台湾没需要独立啊，
只需要遵守国际法，就可以回归正常化的国家。我们来看，我们来解媒体的毒哦。媒体大家在跟我们放毒，但是我们看到不知不觉，我们看了不知不觉，媒体在放的毒，我们都不知道原来媒体在放毒了。看到的不一定看得懂啊。我们来看一下案例二。还告诉您，中华民国护照现在居然成了抢手货。由于全球有129个国家给予台湾免签证的优惠，就连美国也给了台湾免签，使得中华民国护照现在抢手到连对岸中国大陆的民众都开始纷纷写信咨询，表明想申办。据说这信件有如雪片一般的飞来。喜欢台湾吗？很喜欢，很礼貌，很人性的人。顾客你一言我一句，说中华民国护照能到100多个国家都免签，现在还有对岸人民想移民到台湾来。大陆的邦交国有171个，可是只有20多个国家给他免签证的待遇。所以最近我们外交部收到来自大陆100多位大陆人民的申请，希望能够换中华民国护照。喜滋滋说，连大陆人民都封台湾护照。事实上，外交部这2个月就接获408封对岸的询问信，有人劈头就写：“马总统您好，本人全家拥护三民主义，愿意为国家贡献力量。根据中华民国宪法，中国大陆地区是领土范围，特向您提出申请中华民国护照。”还有人直接称外交部长为同志，说：“部长同志，我是久居大陆地区的普通老百姓，久闻中华民国民主之风盛行，最近美国又对台免签，让我对中华民国生活很向往，特别写信到外交部询问移民事宜。会有机会，可能会考虑的，真是的。外交部说，大陆民众想申请我国护照很难，必须先放弃大陆籍，或者在海外第三国取得永久的居留权，或是在政治、经济、体育、社会领域有特殊贡献，例如像是诺贝尔奖得主或是国际赛事。这边要大家看啥？你看伊语言上面在运用吼，头先伊讲中华民国护照，但是后来伊讲台湾护照。提供大陆免签国，台湾免签，好，阿吉公，我们收到外交部，美国给我们免签，但是这中间很多关系，很多位置，语言的用法，它不是很精确的。为什么混用吼？南南这会讲吼，对，咱甲台湾人绑架一摆。德维有台湾护照，敢有人会咱摕我看一本？我给你买下来，将来无台湾护照啦。台湾护照不是头前迄个皮甲印台湾，就是台湾护照啦。你啊看后壁迄个相片，遐顶管写 Republic of China， 迄个是 ROC 啊，中国的护照啦。咱来看案例三。外头排排站准备办美签，但有民众投诉金门人要去美国念书，签证上的国籍竟然要改成大陆 China 才行。很多这个金门人啊去申请美签，要求被冠上中国，我们觉得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美国在的企业不能因为金门是福建省金门就把金门当然是中国大陆。有民众认为不合理，因为手上拿的明明就是台湾护照，填写申请表时却要更改国籍。美国在台协会也指出，因为电脑系统分类，金门马祖属于福建省，民众办美签时国籍才会归类 China。好久以来，这个说只不过是他们金，因为金门不是就是在福建省，所以呢，这就是好像每年有继续有这个问题的。一直以来都有的问题，询问外交部也只说要再研究。只是金门马祖人本来想单纯办个签证，最后却还要为了国籍伤脑筋。这新闻哪看？敢有台湾护照？无嘛，啊，但是拢安尼讲啊。第二个问题，迄个 AIT 的官员他说，系统上分类的问题，系统上的分类。难道美国人不清楚吗？金马是谁的领土？中国的领土啦，它属福建省嘛。那它的国籍要写什么？那边来的人，当然是写中国啊，不然要写什么？难道写金门吗？金门籍，马祖籍。
那台湾澎湖这边的人申请美签 ，nationally 要写什么？台湾啊，外国人都分得很清楚啦，就台湾人不清楚啦。然后一新闻记者个问那个外交部，这个外交部回应什么？我们还要再研究。这新闻太唔耐，像咧收油啦，还是讲像咧这什么？太阳花女王啦、啊，是讲阿基斯这种新闻，一直甲约落，一直甲约落，想那唔约，一约落，真相就出来，台湾人全部都醒了，他的政权还保吗？台湾人就是拢一直互这砍掉的，但是咱都不要看这种新闻，咱讲啊，做咸的啊，金门妈祖嘛是咱的人，什么咱的人，因的人，咱就是直接咧分袂清楚啦。但是伫情感上，我相信有的人。可能你有一部分的血缘的关系，也是讲你有亲人。其实我嘛有啦，咱讲所谓的中国人的后代，或者是中国人的二三代在台湾，然后跟我们的四大人、跟我们的亲人结婚，啊，佮生落来遮，啊，你要甲伊挂出去哦。咱民政府唔是咧讲这個，咱民政府咧讲，今仔日你来遮上课，你知影台湾的真相了后，你要认同倒一个所在。你若认同你是本土台湾人，你的子子孙孙要以后要伫遮代代活落去，伫遮打拼奋斗，安尼你来参与民政府，你来申请这个身份证，对这个身份证，将你的身份对中华民国里面切割出来，是安尼啊。无论你的血缘是安怎，某一种你的血缘不一定是。完全本土台湾人，但是也可以申请身份证啊。哦，上次还有越南来的，他也来上课，我是不晓得他有没有申请身份证了、啊。还有一个四，我们看一下四。其中第一班今天凌晨1:45抵达桃园机场，这也是台美断交之后首次美方大规模的官员抵达台湾。背着大包小包，甚至还有好几个还不到四岁小婴儿，这是311日本大地震之后，躺在妈妈的怀里。这群从日本撤来台湾的美侨，每个人看起来都好疲累，因为抵达台湾的时间已经是凌晨1:00多。由于不是每个眷属都具美国公民的身份 ，AIT 也在我国。好，暂停。美国从日本撤侨来台湾，那、啊、他为什么要撤来台湾？他为什么可以撤来台湾？然后入关不是经过？中华民国这个政权的海关，而是美国 AIT 的人员拿一张桌子，在这个大厅这边电脑摆一摆，就可以入关了。AIT 的人员竟然力比中华民国海关还大，咱个看嘞。管理局的协助下，紧急在机场设立临时的柜台，接待这些临时来的过客。临时的柜台。其实这一回美国宣布撤侨非常的仓促，所以美侨也没有准备，临时通知不到24小时就被安排到韩国和台湾，许多人根本搞不清楚到底接下来要怎么办。We're just passing through. Yeah. So how long will you stay here? I'm not sure. I just have to see my papers again. No, I have some transfers there. 对不对？大家有看到吗？伊用一个桌啊摆落，就会当入关啊。根本不把中华民国看在眼里啊！其实有一个新闻啊，迄影片我找无啦，迄我亲眼看到。迄个时阵，吴敦义有讲一句话啦。吴敦义迄个时阵做行政院长，唔是行政院长，伊咪做啥物会？伊有讲一句话啦，要请这个 AIT 看能不能把这个入关这件事交由我们的海关人员做。而且其实我感觉怪怪哦，哎，怎么会这样？美国为什么可以撤侨来这边？而且撤侨都是由 AIT 包办。中华没有中华民国这件事情呢、啊，全世界都把中华民国 ROC 这个名字封杀掉了。那只有所谓的流亡政权叫做 Chinese Taipei， 但是在台湾所谓的这个政府其实不是政府，它叫做台湾治理当局、啊、如果你去查 AIT 的网站的。台湾关系法的第15条里面就有写到台湾当局，所以咱根本就无国家，
无政府，而毋是国家，啊无政府，啊咱是一个治理当局，是美国主导下的治理当局咧管咱台湾。啊，现在美国会使安尼，因为太平洋战争打了伊赢，旧金山和平条约让他有这个权利啊。所以这两个名词经常混用啊，美国台湾的当局的老大就是美国。那咱讲中华民国在撤退了，你看很多东西都一直在解编，撤退的迹象，你能看新闻吼，你就要注意这个迹象或者是这个用词了哈。撤退的迹象就是什么呢？举凡国家级的，咱过去咱讲到是一些国家的或者是政府的机构，或者是制度，或者是业务，它只要是解编、整并、裁撤、转营、民营化、私营化，这就是撤退迹象了。大概你要安尼看了，但是这不是百分之百，都一定是安尼。当然，后边有一挂因素，吼、哦，到有对，有了哈，来修国道的。收费站以前什么人收的？政府嘛，交通部嘛，啊，现在给什么人收？哦，远通收嘛，那是私营化、民营化。来，民航法修法，机场安检可以有保全执行的，都转是私人公司嘛。啊，国际线安检呢？可以让保全去执行，大家有不感觉怪怪？来，护证事务所会当办护照呢？大家敢知？没有听过哈？现在会当办护照呢？较早护照啥物人办呢？外交部吗？哎呀，啊，现在对了，业务转移啊。业务转移了，好，你拍照一下。这个，这大概是一个概念啦。你去看新闻，你会抓出这个东西，后面有人在变棒。但是这种东西，没人跟你讲啊。我们在家里就是吃头路，家里的生活、家庭生活、娱乐生活、消费生活，啊，就是这循环。我们根本不知道为什么而活。来，中华民国行政院，只要你上他这个网站，这边搜寻废止案，那个你帮我找那个中华民国行政院的网站有吗？我马上查，你马上看，回去也可以照这样子查，你就可以得到这个讯息。很多资料网路上可以有，可以查得到，但主流媒体上你完全看不到，因为完全都封杀起来了，不好台湾人知影了。行政院，全球资讯网，啊，哎，点了。阿嘉，你打废止，然后空一格，国防部，啊，你就会看到，这有很多废止，哎，往上。现在有很多废止案，哎，这样，这有很多废止案啊，哦，一个你用 Google 查嘛，较紧 ，Google 用 Google， 你发废止，嘿，然后那个空一格，行政院，警政署废止。今天你的警察要跟你抓，他是凭借什么？很多机关单位都废止啊。为什么？你要结束啊？
这个问题，来，咱就先禁掉。是不是马政府下台之后，台湾民政府要去接手了？要反过来问了，要反过来问。马政府或者是马英九，他现在在做这些动作，所有的动作，被签服贸什么什么动作，为了什么？他为什么要签服贸？回中国，啊，回中国就回中国，为什么要签呢？不是，无论两个是什么团体或者是什么政府组织，他们要统一啊，要合并啊，一定要有条约，一些合约嘛，对不对？你我大公司要把小间公司买下来嘛，要签这啊，不是我出钱就好啊，因为要讲嘛，因为你有你的员工，我有我的员工啊，啊，这合并了会有产生什么款的利害关系，拢要伫这个合约顶管，所以合并有条约啊，合并一定有条约啊。然后我们来看那个有没有 ECFA 那个法案的档案 ，ECFA 档案那个全文你敢有看过？敢有看过？没有完全。啊，知道谁跟谁签的吗？来 ，ECFA 你讲好，你给搜寻，这你上网嘛找得到 ECFA 的文件，上网搜寻这边，你把它打台湾。搜寻，找无啊 ！ECFA 文件全文主文里面没有台湾两个字。啊，台湾人吼，我要惊死讲啊，哎，唔通签嘛，啥物会？来，关掉。我们看最后一页。不是，来，这个是谁签的？他是两个财团法人协会对签啊。他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跟中华民国签呢，不是这个呢，是两个财团法人签呢。然后服贸货贸他还要进所谓的立法院所谓的承认国际条约里面的 agreement， 就是协议，他是需要经过国会追认成立的。这个追认成立就像如同旧金山和平条约经过48个国家追认同意，这个约才成立的。那为什么用两个那个财团法人，用两个那个组织？因为中国根本不承认你是一个国家。如果他承认中华民国是一个国家，等于支持中华民国独立了啦。那他们想要回去，又不能用国与国的立场去签，那就是要用所谓的这个角色去签了。当然，只要他今天还握有管辖权的时候，对台湾一定有伤害，这是必然性。但是今天台湾人搞不清楚为什么要反对，因为是两岸的中国人，他们要统一要去签这个东西。因为如果他们什么东西都没签，然后就回去，他们怎么办？怎么做生意？做生意如果出问题，要根据什么法源来解决这个纠纷？所以在回去之前有很多的法律上的事情要进行。那些废止案是要终结他在这边的组织的运作，所以他要撤离回去的时候，这些条约是必然会要签的啊。可是就有一票学生啊去占领立法院啊，然后说什么黑箱作业，因家的事情你给你讲人黑箱，因家要安怎去签，安怎去调，迄拢因家的代志啊！啊，咱本土台湾人，咱拢去白调的，拢讲啊，迄是台湾，其实唔是啦。来，咱这关一条。服贸也是，服贸你那个文件调出来也是啊，也是这两个单位去签的。虽然根本都唔知咱 ECFA 啥物人咧，甲啥物人签，拢讲啊，台湾甲中国签。但是这个前提哈，这个前提就是讲，你要知影你家己是啥物人哦。哦，那样你要知影你啥物人，有啥物？通过我唔知道，应该是通过了吧？迄是因通过啦。咱即马就是讲，赶紧甲台湾人换，先咱甲做一个切割，因为未来当即个
美国军力当然伊即马伫来台湾一个军力啦，台湾已经有一个军力啊。美国回来的时候，这个政权就会有一些转移啊。那转移给谁？谁有在准备要去接这个政权？就是我们啦。是签名是因为美国要求我们，我们告完美国之后，他要求我们要接的。先慢了，现在应该3000多名吧。3000多名，可是哈，很多人哈听完回家之后，做一个梦，睡醒起来又回来政治炼狱了，忘记自己的身份了。好，4000名以后是我们要去接所谓的现在这一个体制的那个政务官，就是长官啊，这些体制的。保固哦，如今如何啊？啊得，你个说说是交接，那是这以后慢慢来会发生的代志。劳保我唔知咧，我唔知有废止无，但是哈，来，这个要分几个层次去讲了哈。第一个，其实马英九他在做的事情，为什么？我们先问了，马英九为什么能够当选呢？当时候不是在吵那个双重国籍有没有？其实中华民国的法律就是承认可以双重国籍的，所以吵那个没有用啊。可是那件事情吵完，总要有一个结果吧？所以是李庆安的事情做一个收尾。那美国人当时在给那个蔡英文或者是马英九给谁当选，对美国的利益最大。为什么美国会说陈水扁是阿扁啊是麻烦制造者？因为你如果不在美国的控制的范围内，法律国际法的控制的范围内，你想要独立，其实就是在制造国际混乱了，是这样子啦，并不是说，我们想要自主啦、独立这件的概念是错，完全是不对的，而是说你不遵守国际法，你在做这些动作，其实片面改变现状都是错误的。所以马英九是最符合那个美国利益的。那美国要他把这个体制，因为我们去告美国了嘛，要把你现在这个流亡体制要结束啊。他领什么？他领绿卡嘛，所以他身份当这个台湾治理当局，美国辖下的台湾治理当局的局长，当之无愧啊，他的身份没有问题啊。只是我们被蒙在鼓里，我们一直在那边随着媒体说啊，嘿，双重国籍啊，安怎安怎啊，开始讲你摕绿卡，你才当做中华民国总统，有无？咱就是把中华民国当做家己的政府、家己的国家。就是安尼嘛，啊，所以咱看袂清楚这个物件，但实际上这是台湾伫咧当局啊。今仔日做做些动作，比如讲签合约，啊，是你头拄仔讲的，钱拢看过，以后来算。咱若有国际法，咱以后来一条一条啊算，那可以追啊，那都可以追啊。哦，咱用国际法，咱用国际法来约啊。甚至咱去做兵，冤枉的，冤枉死的，啊去做兵，咱无应该做兵的，咱以后用国际法来约这个物件。即卖就是讲。伊咧做诶动作是咧做一个，甲台湾做一个结束，伊伫台湾诶即个物件做结束啊。将来一定要有一个台湾诶政府来砥砺嘛。啊，因为战争法内底就是占领军占领到那个土地上的时候，军事政府产生的，他要设立一个民事政府。民政府是安尼来啊，因为军事政府还没结束嘛。啊、军事政府要结束一定要签一个撤退的，还是讲撤军的协议嘛？撤军的迄个 agreement 嘛？嘿，我有文件，但是唔是伫这个课咧看的。啊，因为这个物件你签了后，较完整撤军嘛，那这个民政府就会转移变成那个国家的，还是讲那个地方的政府那样。欸
哦哦哦。以后咱的政策啦，哈，我们的政策，我们的政策是，你每一个人18岁以上，你名下没有财产，你父母亲没有两间房间的，哦，国家会配房子给你的。哦，那配房子给你，到底是所有权属于你，还是它属于是一种所谓的公用住宅的概念？那个是以后政策要去拟定的。但是我们目前的政策是说18岁以上，我们有这个政策。然后那个从小孩子读书读到大学，哎，我们免钱安尼啊。啊，你也讲钱为倒位来，对不对？我跟你讲啦，规个为钓鱼台一直到南海的下面拢石油啦。台湾有乌乌两口井啊，一个敢那是伫关西，一个伫台南啦，关电啦。但是这井乌开吼，未上开发啦。这井乌开未当开发啦。因为美国禁掉的啊，啊，当然嘛，唔知这消息啦，嘛唔知啦。啊，咱有足侪的财务，诶，迄个财政的收入，其实是因为咱比占领地，即关税，即关税是咱讲占领军伊抽的啦。但是伊袂当违法甲人民抽税啦。啊，所以咱本身家己的税金会当来做即个运作。所以咱若无买武器吼，无起核，咱的钱足。咱就是拢开去有诶无诶遮去啊，嘿，哎，哦，你即摆讲着就是即地理诶问题嘛，嘿，即当然。当咱那执政的时阵，咱来针对这个问题来做改善啦，唔通让这过去的陋习一直哦。其实即马厂商嘛已经有这种陋习啊嘛，哦习惯走后门嘛，啊提前来讲嘛，就是习惯咱这种物件拢爱去改的啦，哦。啊，所以咱以后两条法律嘛，死刑啊鞭刑，哦不用设那个监狱，还要养他们，啊，他们出来又作乱。来，咱阁继续哈。只有一只兔仔，敢有看到？遮啦。好，遮。我看到。好，我不甲你讲，眼不见为凭，眼见不为凭呐。你看到，但是你都唔知伫倒位啊。只有一只猫头鹰呢，敢有看到？看袂出来哈，猫头鹰，啊，遮，你若无同个角度，你就看会着。来，看袂着，无表示无存在啊。咱讲美，你日俗美贱，咱来先按照国际法倒转来到美贱，美国军事占领，过来结束占领，佮倒转来日俗，啊日俗看是要做日本的一个特区，哦，还是讲？联邦，那亲像英国、甲加拿大、甲澳洲这种关系，那个我们往后以后我们再去做决定。但是咱即马先依照国际法，回到美战状态，恢复美战状态。咱看案例五，军事占领的证明啊，足侪人无看到美军啊，但是这种新闻你得看会到，唔是直接看到啦，哦。这还牵涉到美军哦。在2006年的时候，其实美军他们内部也是这个后勤管理体系也是有一些问题的，结果他们错把四枚这个叫做义勇兵洲际弹道飞弹的弹头，其实义勇兵是可以装核弹头的，的弹头它叫锥体，就是飞弹的最前面那个弹头，不知道为什么送到台湾来，对，但是我们那时候本来是跟他们采购的是直升机的装备，好，那也不打紧，你送错了就送来之后放在台南的这个航勤处一个基地里头库房摆进去，摆了多久？一年多，没有人发现，没有人知道，没有人发现送错了，没有人发现送错，我们有弹头，对，我们有核弹头的锥体，我们也曾放了一年多，放了一年多，一直到这个2008年的3月哦，美军自己内部清查他们的库房，少了4个弹头。结果他也不是说通知我们国军，我们国军的那个
这个库房的管理哦，那些阿兵哥也搞不清楚，反正这是什么东西，他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弹头之类，我也没有上报国防部， yeah. 所以就摆在那边，摆了一年多。结果美军在2008年的三月，台湾总统大选后的某一天，三更半夜，派了一架军机，空降到这个台中清泉岗机场，半夜哦，没有人知道。那这个事情最扯的地方还在哪里？美军的军包机降落在台湾的机场，国防部是不是应该知道？当然应该知道，没有通报，也没有通报，我们基地的这个连队长也没有通报，雷达什么都没有看到。然后直接把它打下来吗？你听我讲完，你听我讲完。所以这个哈、哦、有趣蹊跷的地方就是在这里啊、哦。结果这个事情就是后来 AIT 的官员啊、哦，在透过军中的所谓联二系统情报系统啊、哦，因为跟他们很熟 ，OK， 就跟他们说，哎，有你们库房里面有四个东西哈、哦。是运错的，那可不可以让我们再回去？就派了这个上面是挂这个外置，这个外置的这个车子哈，就秘密开到台南的基地里头、嗯，然后就把这四枚弹头偷偷运到台中的清泉岗基地，嗯，然后就飞机就飞走了，嗯，一直到隔天早上 ，AIT 的这个代表才跟当时的部长，就是前一位文人部长叫蔡明宪，才口头跟他报告说，哎，我们昨天晚上把这四枚弹头载走了，但是现在已经在太平洋了，嗯。嗯，他才发现居然有这样的事。为什么美国可以核弹头就这样摆进来？我们要问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他下清泉岗为什么没人知道？连国防部也不知道。我相信不是没有人知道了、哦、老百姓不知道了。那飞机下机场一定要有塔台联系吗？那跟美军联系的到底是谁？如果不是美军自己人，对不对？然后又可以开一台所谓的外置的车，我看过那白啊哈，那白啊哇，左边有写一个外，等于所谓的外使外国这样子，然后他就开到台南机场，还再把核弹头载回来，然后再运出去。美国为什么经常在中华民国他们选举？大选总统当局局长的时候要开航空母舰来，为什么要做这个动作？不是啦，因为只要当局局长、哦、一变更啊，这块是他的占领地啊，中国如果要打是要打谁？他沿海布了2000多颗的飞弹，这样知道吗？啊，他打谁？我们反推回去嘛，台湾需要台湾的军力啊，需要2000多颗飞弹才打得下来吗？不需要嘛？那他到底在防谁？那你就知道美军占领台湾了嘛，因为旧金山和平条约，他占领大日本帝国的领土有很多块。那台湾是其中一块，所以美军占领台湾这件代志，让我着生惊，我来民政府才知影。什么？咱活伫美军占领的台湾，咱开始命开足侪钱去学英语，学到上歹的所在，就是台湾，是安尼啊？我着生惊。啊，这个新闻哈，这个所谓的谈话性新闻，去年的7月、8月做出来的。2013年哦，很近哦。哦，我们本土政权、本土的政府、民政府要起来，但是你把外口人拢当作你笑的啦。你讲这是什么货啊？太可怜。诈骗嘛，对不对？诈骗嘛，你在假嘛？哎、欸，新闻。没有报，很多事情都没有报。嘿，时间性，我想第一个大家要先具备的一件东西，就是你要去读那个新台湾论，因为有国际法的概念，你才能够判别解读我们现在台面上这些讯息，你还可以捕捉到它比较真实的意义啊。哦，然后什么时候执政，你我也没有办法跟你说直接说几月几号，但是那个我们的秘书长说大概在6到8个月后了，
大概是在六到八个月后。那很有趣的是，我们在这边说2016年不会有所谓的总统选举了啦，结果上个礼拜18号的时候，李登辉说2016年不会有选举了，要改内阁制。啊，你讲，奇怪，太阴了，安尼讲，因为咱拢先讲，爱过因话因讲啊。啊，咱今仔日毋是有一群人要去天皇住宿无？中华民国因嘛咧甲天皇住宿呢？太阴啊，拢学到有交到安尼。今仔日啦，来咱顶看新闻啦吼，脱离受限制的角度。因为新闻拢安尼，甲你混淆，甲你限制，也是讲甲你主导你的视野。政治炼狱的台湾，我们看一下案例六。真好笑哈！这个新形势，因迄个做兵啊，大家拢会爱安尼滚生笑哈。这个例内底，迄种卡头迄人，敢知影人咧个卡？唔知嘛，对不对？啊，这是一个游戏规则啊，伊要分一个方式互你嘛，其实当时会甲你讲，啊，你甲伊讲，哎，讲太遮听，你讲咧卡大力哦，换伊讲，佮卡大力，啊，结果。对方也无感觉啊，啊，这样一个小姐嘞，哦，要无爱算啊，要走，哎，那么你可能你出来的方法无唔对，所以搁算，来，选举啊，选举就是这个制度，今仔去选举这个制度坐到总统的位，到尾啊去放公投的什么人？什么人？阿扁啊啦。阿扁就是迄种公投的，咱台湾人就是阿扁，就是代表咱本土台湾人去参与因兜的选举，无张持去选到因的总统，结果连政讲窃国，因为咱就是皇民啊，咱去参加别人的选举，变作因的党，安尼唔才叫做窃国，结果落来修理，啊你用修理敢唔知影？啊，佮继续算啊！选罢法第43条，你投一票哦，你的口袋要被人家拿钞票，每年每票补贴新台币50元。如果是立法委员，4年一任，每年每票政党票，你有捌听过建东票无？啊，你过5%，哦，恁家哪有3票？两票投予民进，一票投予台联，配票无？啊，过5%，啊，每年每票，所以伊的政党票呢，500万票，啊，你啊乘以50，再乘以4，就是每年他可以拿到的补助，一票30块。选举人呐，啥物人算到，伊就会当叫伊的票数乘以30块。啊，11月份我们不是九合一吗？来、啊、看我们拿出多少钱。有人讲啊，无法度啊，咱就是要改变台湾，所以啊，这个钱应该要出的。上好是拢你出啦，对不对？所以唔通参加流氓政府的选举，就是安尼啊。你所投的每一票，
无论你投啥物色，你拢是咧捞即个流氓政府在台湾的合法性。这制度要搁调咧嘛？所以今仔日中华民国未死，死未去是安怎？因为台湾人咧供应伊活落去的气力啊，就是安尼啊。咱咧纳税金吼，因为咱咧参加伊的游戏规则啊。啊，结果咱互修理甲凄惨惨，哩哩啦啦修理甲该凄惨啊，咱唔知啊。哦，啊，咱投票，我咱讲，哎，太多迄个人无讲，哎，你搁算啊，搁算有无？啊，咱就是安尼嘛。你爱来参与，你爱投票，无咱台湾拢未改变，你爱投票。我这边吼，迄、那个我遐里长咧中秋节咧办迄个礼民餐会啦，一个老里长就起来啊，多谢里民顶一遍选举，互阮。中选投票，阮伫遮大家说多谢，但是呢，票开了无水，你望这边大家鼓舞出来投票，踊跃投票，予咱这某里长中选好唔好？哦，里面就讲好，我抓着迄句话啦，是安怎票会开了无水？咱听我哈，我奇怪，投票无水，你若过一票，你嘛是对啊。对不对？你赢一百票嘛对，你赢一千票嘛对。你若到迄个坎站，你就是对。啊，头下咧票咧开了有水无水，迄是啥物意思？啊，咱台湾真敢的台湾人走出来啊！哦对啦，哦你看，我顶面甲你叫你投，你都无来吼。咱这边较有水气的，咱那真敢的台湾人走出来，咱家冲票，互伊高票当选。咱拢唔知影这条，你甲咱害啊！所以。今仔日这个板啊，这一块板子啦，就是那个选举制度，就是这个体制。如果你在体制内，无论你是抗议或者是支持、反对、赞同这些政治人物，人越多，他就站得越稳，对不对？那有人觉醒要离开了啦，全部的人都离开，那、啊、他会怎样？有人讲哦，啊，咱无去投，咱规碗芳芳去，啊，规碗芳芳去，即马已经规碗芳芳去啊，敢毋是？就算即马全部拢互民进党丢啦，嘛是还阁伫体制内啦。咱今仔日讲的是体制外，你徛伫即个卡车顶面，你免啊把车变掉，无可能啊。有人讲，我若做总统，我就会当改变。意思就是讲，我乃咱换韩都路，我就会当改变这台车，会当把这车子变掉。请问你，你换韩都路的人，你爱顾惜家己的性命对不对？你敢会让车变伊？袂啦。啊，你若要让车变伊安怎？落来，把车变掉，是安尼，这体制是安尼。所以咱今仔日吼，要甲大家讲的，赶紧觉醒起来，因为台湾人足侪人唔知影，赶紧报亲人朋友知影。台湾人本身的身份的消息，予咱知影讲，台湾民政府要为着台湾人做代志，赶紧帮衬台湾人，行这条国际法律的路。多谢大家。